大马，大漂亮。这是那个这二国普通，我那没到那头呢。那你提早去的，没到那头啊？直接上二环去了。二国普还贵吧？贵，好贵。一斤都是1200吧？1500。啊？1900。没到。大他妈不给差三碗面。大眼那姑爷子人家也近，没车上我们村来一趟，完了就没进来嘛。行，我讲，我给讲二张了。哪大眼姑爷？就是那个当生那个、啊、那个大眼姑爷，你看。这一年我这顿马还超过2万5000，让他们去，哎呀妈呀！招人招着上级生卖两对麻子，这差多也生的。你纯粹胡说八理的，你纯粹胡说八理的。那大马家搁大马驹1600多斤，你给多少钱？2万块钱。你到哪儿了？我现在还没到张家呢，就才到了。香膏，我给你回香膏。原先有香膏知道不？刚一进刚。